好，我们非常感谢灭火器，大家再次热烈的掌声，好不好？你们的 encore 我听到了，灭火器也听到了，请大家留到最后，我们会有 special 的东西给大家哈。大家请再热烈掌声一下，这样子，然后也感谢灭火器很愿意跟我们一起留到最后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还是有非常重要的短讲，所以还是请大家先认真的听一下短讲，然后我们最后会有灭火器来跟我们一起留到最后，跟我们。再一次的有一些 special 的节目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哦，其实我们从整个318以来，除了社运团，在318以来，其实我们看到哦，其实很多的妈妈、姐姐、妹妹们都发出非常强大的战力。比如说在高雄呢，有妈妈啊、姐姐、妹妹们去发起蔡兰族歌阑尾的行动哦。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性别当中，很多同志他们也非常的有战力，比如说像。高师大性别所有在现场吗？哇，我也知道他们办了其实非常非常多场，非常非常多活动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从性别，然后从整个妇女，从性别上面来谈为什么我们要来反服贸。那我们接下来邀请台湾人权促进会执委，也是高师大性别所的老师杨嘉玲老师来跟我们谈性别反服贸。哦，各位乡亲，各位市民，在座的少年囡仔，还有时代，还有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头拄啊吼，伫遐后边，我就伫遐细细念吼，因为我讲吼，即挂巨星吼，哈尼快，哈尼紧，都已经拢走走出来，啊，迄个岛屿天光嘛已经唱煞吼，啊，那是我即个阿上一走走出来吼，唔知影。进前走来摇滚区的是不是会速速退去吼？啊，唔够好佳哉，好佳哉！你那个老爹的无，即个阿桑伤艰苦吼。因为正是爱坚持到最后，因为咱的知知影讲，咱的政府叫你阿爸吼，所有的运动拢是爱坚持到上尾一个时阵。大家讲对不对？吼，啊，头拄啊主持人有讲着讲，阮高师大节即阵嘛吼，伫咧做的代志，其实正是对318开始。阮的一个性别所都拢变作是高师大的战斗所，吼，因为啊，因都是中台北的中台北，啊，怎啊留一只狗互我饲，吼，啊，再来嘞，伫个迄个不管是要北上吼，还是要割阑尾，还是要创啥，因拢是走头一个，啊，即马大家看到我的头毛吼，嘛知影讲，这都是进前伫个林益雄先生为着咱核四议题伫个绝食的时阵，因嘛发起一个行动，就是要落法反核。哦啊、所以甲阮即款学生画一个图啊，多谢。因为我伫遐有讲，头毛若是无去，会使阁生出来。啊，毋过咱的性命敢若一条，咱的国家敢若一个，对无？所以咱今日继续伫个遮，就是咱台湾的希望，咱先家己画一个图啊，者。好、哦、啊，今日咧，我今日上主要就是要来用性别的角度来甲大家讲，啊，我就是有一个请求，我即马请求嘛上班啊吼，就是我即马就是该转变是台语的频道吼，吼、哦，咱即个高雄的乡亲会使感觉小可较亲切一下。啊，伫个性别的部分呢，其实赖中强老师一开始的时阵都已经有讲过啊，伊讲就讲迄个美容美发业内底，其实真侪拢是咱的查某伫个做即个工课。
啊，我嘛要来甲大家报告，伫个遮内底呢，头拄仔有讲过，两万外人是家己做老板，老板兼共进的吼，就是爱啥物拢做的人。啊，再来嘞，五万人内底非管理阶层，就是伊毋是做迄款连锁店的老板呢，迄内底呢嘛是有92%是查某。啊，咱就会发现着讲，即嘛服贸呢是一过去。对着咱的女性，尤其是有工作的女性，咱台湾的就业女性内底有70%是拢伫个服务业内底。啊，这些对咱查某人的工作有遮尼大的影响。啊，不过咧，咱政府敢有一点点啊性别影响评估？吼，因为咱在座的乡亲，我爱甲大家报告，咱自从就是开始伫个讲性别主流化以后。不管是啥物重大、较大迄款建设，还是有政策，拢爱有性别影响评估。吼，譬如讲，我若是要起一个迄个体育馆，我都爱知影讲，这内底来使用的乡亲内底查某的比例是偌济？啊，咱嘛知影讲，查某要去便所的时间小可较长一个，伊的便所的设计有符合着所有人的需求无？吼，啊，结果咱会发现着讲。行政院正是有一个性别影响评估，啊，不过伊迄个性别影响评估嘞，伊讲的吼，我念予大家听，伊就是讲，对那个男女从业人员吼，拢无影响，大家敢相信？敢正是拢无影响？唔相信对无？所以啊，咱就会发现着讲，伊根本就是伫咧将咱的人民装笑的，就想讲咱甲顶摆同款好骗。啊，不过咱就会使知影讲，其实你若是有机会。你伫个咱的厝边头尾，不管是家庭理发还是百元剪发，你去甲伊问一下，所有的甲你剪头髪的设计师拢会甲你讲，影响实在是有够大，因为因会甲你讲，一开始无听到，那是连锁店，伊会先从连锁店甲伊买来，啊，伊买来了后咧，伊可能一开始会先用小块较悬的薪水。将即寡设计师拢甲伊请过去，因为一开始毋知影讲咱台湾人民夹头髪的习惯是安怎吼，啊，咱的迄个夹头髪的技术可能较好，吼，所以伊会小可学，互你暂时的高薪。啊，毋过大家毋好欢喜，因为伊若是技术一学着，就亲像正经咱遮侪台商去甲大陆投资共款，一模一样。伊将你的技术学着了后，你就款包啊转来啊。吼，所以若是到时阵，伊技术学着了咧，咱即块台湾的工作人员可能就拢无头路通去食。而且因为伊财大气粗吼，无听着，伊100元就甲你改变讲50元，甲你加减税。你外口即块店拢倒了了了，就算讲你互伊裁员，还是你互伊剥削，你嘛无地方通去去啊。咱敢有法度来忍受着讲咱？厝边头尾即寡，咱再熟悉的、再亲切的即寡，剪发的嘛吼，吼，也是制造业嘛吼，全部拢变作是咱台湾人民无法度去吃到的生意，咱敢无法度忍受，无法度对无？所以，阮女学会其实都有讲过，咱要要求咱的政府要好好啊做性别影响评估，这是爱事前的评估，唔是伊乌白乱签，害到一大堆人拢无工作了。到最后，甲凊彩甲你讲，拢无影响，也是凊彩甲咱讲一句，利大于弊。所以，这就是咱爱继续监督下去的，对不对？啊，不过我都爱甲大家报告，除了咧是迄个张庆忠的迄个30秒以外，其实过无外久，咱高雄选出来的女性的立委黄昭顺，伊是毋是同款3分钟以内，伊就从自金区都安尼送出去啊，对不？嘿，啊，咱即卖都爱来讲，那是自金区咧。对咱有啥物影响咧？我即马呢，就要赶快用性别的观点来讲，就讲在自金区对咱人民，尤其是查某人上大的影响是啥物？啊，即马在座的大家拢知影，咱台湾即马已经是老人国啊，吼！而且咱的囡仔拢一直生袂出来，吼！平均一个查某人生无一个囡仔，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幼教已经全部拢是自由市场化。咱一听到自由市场吼，你莫想讲安尼盖赞，拢伫个竞争，我就会使选到上好。其实这种自由竞争的选择的权利是上到有迄个权利通阁选择，有钱人对无？所以你就会发现着讲，遮侪无钱的人，伊根本就无选择的权利，而且伊连将伊的囡仔送去读幼稚园的权利拢无。啊，这是咱即卖伫个幼教界已经看到的现象啊。
啊，即马咧，咱即马都一直伫咧看咱政府，譬如讲长照，也十年长照计划照遮久诶啊，咱的长照还袂生出来，咱嘛一直要甲伊讲，咱的医疗都甲教育、甲照顾的议题共款，全部拢是咱人民的权利。啊，结果咧，伊即马讲伫咧福茂内底。老人院、哦、老人养安养机构全部拢变作是会使开放，会使予中国来投资的行业。啊，大家拢知影嘛？生理人若是要投资，伊上重要要创啥？要赚钱。所以，若是无钱通赚的，譬如讲，咱即马高雄遮大个较偏乡的所在，伊袂去甲你写。吼、哦，啊，咱即马咱台湾的医疗资源其实已经介无公平啊。咱拢有听过五大皆空，哪五大咧？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甲急诊，这五个拢五大皆空啊！我嘛捌听过讲，我华人甲台东的朋友，因那边若是你有心吼、哦，准备要生的时阵，你爱伫个华人的门诺医院边啊，爱睡厝睡差不多一个月两礼拜。因为若是真是你要生，华莲台东遐尼长，根本都袂赴，予你总去门诺医院。啊，咱即马其实就是爱好好要求咱的政府，只要是甲人民的生活、甲人民的基本需求有关系，就是你政府的责任，绝对袂使讲这是自由贸易，这是市场的竞争，咱政府啥物代志拢无做。啊，毋过即马咱看到的福茂，啊，佮有自由经济区。这两个，伊都是伫个开倒车，因为即卖伊医疗一开放，伊表面上甲你讲，赶紧赶紧，伫个住进区内底，迄挂医疗拢袂食着咱的资源。啊，不过咱嘛会使知影，若是伊是有钱，通够坐飞轮机对国外来到咱台湾，要去自由经贸区去就医的，伊绝对唔是来遮生医啊嘛，对不？袂付费，所以咧，伊来遮，常常拢是。你住一当下，伊就予你的面皮袂了了，吼、哦，就是医美行业。即马咱嘛知影讲，遮侪少年的医生已经拢袂去选我头拄仔讲的迄五个迄个科别，吼、哦，因即马拢是选皮肤科，因为皮肤科后摆就是会使入去即个医美行业，一当下爱五万、十万即款型的。啊，咱会使想看卖啊，这敢是这家的老百姓有法度来出的钱，无法度对无？所以，伊即马即个资源都会全部吸收去，予咱台湾资本已经非常不平均的医疗资源都愈来愈害。啊，毋过咱嘛知影，伫个厝内内底照顾老人、照顾时代、照顾破病、照顾囡仔，其实大部分拢还是查某人的责任。若是国家无负责，就变作是咱查某人爱负责。所以咱即马哪会使予一个遮尼恐怖的自由经济贸易区，都清清菜菜设伫个咱的高雄？那是一直设入去了后，不仅是对头拄仔讲过的农业上、环境上有影响，连医疗的资源拢无去。咱要看一个医生，可能后摆拢再歹找。所以这就是希望大家爱继续来关心这个议题的上重要的原因。啊，再来上尾啊，吼，因为头拄仔伫个我之前已经有讲到行动。其实咱在地的行动世界强吼，因为我常常去甲遮侪厝边头尾讲，我上惊听到就是听到人讲，哎呀，无效啦，台湾人无效啦，拢是死好啦，啊无就是讲，啊啊，这个政府就是咱安怎吵拢无爱吵吵咱，咱安怎嘛无法度。我上惊听到大家讲无法度，因为这个国家是咱人民的，对不？所以咱人民就要站出来，让因知影讲，咱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对不？所以咧，我即阵啊，我嘛才感动诶。譬如讲，阮家的门卡口都有一个是伫咧卖茶叶蛋诶，伊一看到我，伊就甲我讲：“杨老师，我伫咧国民党诶迄个党部头前有看过你。原来一个伫咧路边卖茶叶蛋诶阿桑，伊其实伫咧咱讲要包围各地方诶国民党党部诶时阵，伊就总头一个总去，伊就无做生理啊。”吼、哦，过来我嘛捌看过咧，伊是推着娃娃车的妈妈，伊哥阑尾的两个行动伊拢有去，伊去路过林国正，去路过黄昭顺，而且伊还佫去甲伊的里长拜托，就伫个因的社区公园，就直接伫个开讲，要开始甲社区的时代，还佫有乡亲讲着讲，福茂有甚物问题，
自由经济贸易区有啥物问题？这其实拢是咱伫个生活内底会使做到的。啊，上尾啊，上尾啊，我都爱甲大家提醒，不管是服贸还是自由经济贸易区，这其实拢是1%甲99%的人民的战争。就是讲呢，这是通过了，绝对是中国甲台湾的政商勾结团，因是得到最多利益的一群人。啊，不过即马咱的政府，伊永远就是会甲恁讲啊，恁这群的走出来，拢是民进党的啦，吼，恁这吼拢是民进党派来的，啊，拢是唔知乎恁偌济便当，还是乎恁偌济钱？因为伊只要将咱99%的人民，该分化工作讲，咱拢是绿色泛绿的了后咧，伊就变是50-50蓝绿之争。其实咱都爱甲咱平常时的朋友讲清楚，这绝对不是蓝绿之争，这是1%一挂既得利益者，跟咱99%的人民的利益之争，对不？所以今麦我来拜托大家哈，咱今麦这一家都是上赞的行动力的代表。啊，不过他拄仔嘛有讲到遮多，咱这个行动爱继续落去，咱一定爱有钱的出钱，所以大家若是有一挂钱通够捐出来。爱会记得伫个咱的帐篷遮关出来，吼，咱遮高雄是第一场，伫个全台湾才会使继续办落去，对无？再来咧，若是你有能力会使去做调查的，你就爱出来。你若是感觉讲，哎呀，调查听起来敢若是大行星，敢若较会晓做的代志，我不会晓，无要紧。我去便伫个社区公园，都有一个阿桑甲我讲，我虽然是一个市场的欧巴桑，啊，毋过毋好看轻阮即挂欧巴桑。因为阮即挂市场的欧巴桑，若是一开始伫个市场讲，阮会使一个传50个，50个传100个，对无？所以咱即马正是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嘴的出嘴，好无？好，所以咱即马都爱继续关心，尤其是对咱人民生活权益、工作权益，咱未来子子迄个子子孙孙的生活甲权利，咱一定爱甲伊守护着，因为咱台湾干那一个，对无？所以，请大家跟咱斗阵，守护咱台湾的民主，让咱台湾正是是咱世世代代拢会使继续好好生活的好所在。咱是一个美丽岛、美丽的小国，对不？咱是好国好民，所以咱大家斗阵伫个遮反服贸，反对一切的不民主。咱大家继续落去，大家斗阵拍拼，多谢。咱多谢啊，杨嘉玲杨老师哈。好的，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中央研究院的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邱文聪老师，他同时也是守护民主平台的理事，以及目前正在立法院当中审议的民间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起草人。我们欢迎邱老师。各位乡亲，晚安。我台语无啥练，真歹势，所以即马爱转成另外一种语言哈，讲中文，歹势歹势。好，刚刚不久之前我才从台北赶下来高雄，不过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哦，40几年之前我在蛤蟆乡出生的，所以今天40年之后的今天站在这边，感到无比的光荣。可以跟各位在这边一起。民间版的两岸监督条例，既然也是某个意义底下跟这块土地这个地方有关，所以一定是品质保证，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说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个民间版的两岸的一个协定的监督条例哦。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现在的这套制度有问题。为什么说现在这套制度有问题呢？因为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叫做两岸人民的关系条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家都有听过，可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它在规定什么？它在规定的是人民的关系，它对于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样监督政府，政府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这件事情几乎都没有讲，所以呢就让我们现在的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好，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有服贸的30秒，
才有过去十九项协议，在几乎不受到国会实质监督的情况底下，就由我们的行政部门专擅的让它签订通过了。那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环节底下，我们才提出了民间版的两岸协定的缔结条例，提出五大原则。大家还记得是哪五大原则吗？第一个，公民能参与；第二个，资讯要公开；第三个，人权要有保障；第四个，国会要能监督；第五个，政府有义务。这五个大原则其实不是什么高深的学理，它是很平常的一般的民主国家里头都应该要遵守的五个原则，重要的原则。当我们提出来这五大原则作为民间版两岸协定的一个缔结条例的基本原则之后呢，我们也看到马政府也跟着提出来所谓政院版，当然是在我们民间版的这个压力底下，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政院版啊的一个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说，政院版它其实是一个山寨版。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山寨版呢？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民间版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流程哦。上面是政院版，下面是我们民间版，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绿色的部分。底下有绿色的部分，就是公民可以参加的部分。公民可以在一开始政府要进行两岸的一个协定的缔结的这个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参与公听，让这个缔结的计划的提出里头就有公民的声音。那在后来的协商过程之后呢，公民也可以透过一个民间的对应的影响评估的报告来参与对于这样的一个协定的内容的一个影响的评估。对照各位看一下上面的政院版，虽然他也说他们也有这个说明会啊、座谈会啊，好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设计，但是呢，为什么他跟我们民间版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民间版的公民参与是一个双向的参与，是一个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参与政府决策的一个机制。但是政院版的说明会、公听会、座谈会，它只是要做一个单向的沟通，等到他都已经做完决策了，他才找大家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说哎，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东西哦，你们有意见，那是您领导的事情啊，我们就已经做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你看看他们的公听会放在哪里，放在程序的很后面，已经完成了业务沟通，大致完成，他们都已经要签好，要签了，他才来跟你说要开公听会。那时候开公听会是开什么？开假的。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民间版的这个制度设计里面有所谓的资讯公开，所以我们会要求说，在政府去进行签署正式的签署之前，他必须把已经完成的协商的草案公开，让我们全民知道他究竟打算要怎么签。但是呢，政院版却说不行不行，在我们正式签署之前不能够让你知道，要等到我们签完之后才能够让你知道我们签了什么样的东西。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啊，因为这个在签署这种国际的协定的时候有保密的需求啊，所以为了要保护我们谈判的筹码不要提早外泄，所以绝对不能够在我签署之前就让大家知道。我请问大家，什么叫做谈判筹码？谈判筹码是不是说我今天如果口袋有100块钱，我想去买这一摊水果，我要跟他喊价50块跟他买，还是要跟他喊价用100块跟他买？我不能够让对方知道我口袋有多少钱，这才叫谈判筹码，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花钱买了，你已经把100块钱拿出去买了，你却不告诉大家说你到底用多少钱买了这一摊水果，这个东西跟谈判筹码有没有外泄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只跟什么有关系？这只跟黑箱有关，没有错。他只是不要让大家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去买这摊水果，他不让大家知道说到底这摊水果价值是不是有他出钱的那么高，他怕被骂，
所以他才说灯落签完之后你们再知道就好了。但是这样子符合大家的期待吗？这样子符合民主的原则吗？不符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说政院版是一个山寨版，它虽然学民间版好像有资讯公开，好像有公民参与，但是实际上面都是假的。再一个，民间版针对涉及主权的一个两岸协定的签署，有设计另外一套特别的程序。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字卡稍微换到这边来？如果马政府想要去签署可能会改变我们台湾人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这样的一个协定的时候，按照民间版的要求有两道关卡，在原来的设计之外还有两道关卡。第一道关卡是什么呢？就是在他要去启动这样子的协商之前，不能够任意他让他去，必须要先经过立法院三分之二的同意，这是一个比一般的多数决要更多的一个同意，就是三分之二同意你才能够开始去谈这件事情，要先经过三分之二立委的同意才能够开始去开启这样的谈判。谈判结束之后呢，在后面要回到立法院的审议，要有四分之三立法委员的出席，再加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的通过，这样还不够，还必须要让我们的公民可以透过公民投票来复决决定这件事情到底我们要还是不要。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为了要确保我们台湾的主权不会被马政府卖掉，不会被任何一个政府卖掉。好，今天是 马政府，下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政府，未来不知道是什么政府，但是我们公民需要这样一个制度保障，要让我们把自己的未来的决定权留在自己的手上。但是政院版，请问各位，政院版针对涉及主权的协议它有任何的程序吗？有任何特别的程序的设计吗？没有。没有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的意思就是说，按照政院版如果涉及主权的两岸协定它同样也是用张庆忠的三十秒就可以通过。王玉琦主委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大家不要担心啦，因为呢这种涉及主权的政治性的两岸谈判现在不是陆委会的这个议程上面要去谈的东西。而且呢马英九他也曾经答应大家说如果要去谈这样子的两岸协定他一定会让大家来公民投票。各位能够相信这样的话吗？一个已经欺骗了大家多少次的人讲话呢，讲的话还谁能够相信？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我们要制度的设计是要有法律的规定，不是靠一个政治人物嘴巴讲讲就算了。所以要求，为什么民间版要求在涉及主权的两岸协定上一定要有这种特别的程序的设计，原因就在此，它必须要落实到法律制度的设计。好，最后我要说明一点，有很多朋友跑来跟我讲说民间版的这样一个制度设计没有办法去解决现在在国会里头是由国民党垄断的一个局面。如果国会继续让国民党垄断的话，不管是我们的三分之二立委的制度设计还是四分三乘四分三这样的制度设计通通都没有用，因为到时候他只要一党独大一样继续把台湾卖掉。当然这些朋友讲的话不无道理，不过我也必须要坦诚啊，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制度设计哦，民间版针对两岸政府要进行官方